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，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天坛吊桥1、2、3、4、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98年落成启用，开荒国外佛堂，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，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清设计诚心同心建成，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清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观，3600圣，48000贤，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，乌山头水库风景区。